你们在做什么嘞？做龟毛线，龟毛线，做龟毛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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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这样做几天呢？差不多要花几天呢？差不多，做两天片呢，两天，两百斤。做。哎呦，那我们可以试试看。但是我们可以来体验一下嘛？我们可以体验一下嘛？阿妈带我，我刚刚爱上来当来做，我想要试试看。好，现在呢要自己 DIY 要做羽毛喽。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绑这个？嗯，手也这。手也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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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
过吗？捡过吗？啊，捡捡过鸡，鸡对，捡捡鸡，捡捡鸡，哎对对，啊对，鸡是鸡白哦，啊对对，捡啊捡捡，哦哦哦，那捡捡捡差了不多，哦差了，哦 OK， 啊捡啊啊，这个叫地数了，它这个方向，啊地数啊地，啊地，哎其实这个工作。很花时间哈，很花时间，而且很花眼力呢。对呀，手脚要并用呢。对，爱办动作，对呀，办动作，看看，安尼一支一根点心拔起来，对，才慢慢。哎，哦，对，我一支我可能要做一两工呢。其实你们要有任务，是，所以我们要大家拍张照，是啊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我想吃，好香哦！那我们现在先吃，对不对？真的，酥啊！如何？什么什么味道？哦哦哦哦，可以帮我们天后接这些东西，也是一种福气。哎，不是，它真的很好吃哎，而且酥酥。顺便哦哦，然后酥酥香香的，然后上面哦，你看那个芝士 ，Oh my god！ 哇，我帮你们拿面子给我。明星哎，好吃。所以说，人家说啊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对不对？你讲到陀螺，我就知道这个陀螺贝啊，是很有名的。你跟他遇过很多次。这是开玩笑，他儿子我都熟。哎，他儿子叫小陀螺。哎哎，你说陀螺是他改的吧？对他没有小陀螺，小陀螺是他儿子。那你只要喊小陀螺的名字，他那个陀螺杯啊就会出来。小陀，你男友会喊吗？嗨，怎么喊？修改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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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啊啊！弟弟啊！啊，这大干喽啦！哎，修哎啊，修改喽！在喽！对呀，哎呀，玩陀螺啦！你一秒靠嘞，玩陀螺你看，哎，哦，大黑的龙，嘿嘿，厉害厉害！啊，这爷助理，他早吼，请茶拢请啥物？兔女郎装，还是哦？这表演已经六十几年啊，十几岁啊，先了吼，来，甲伊生做足赶快了，这个。哎，哎呀，你没去请这输出来。没有，赶紧啦，没来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直接表演陀螺给你们看一下，来来来，这一点，哎呦。哦，这是这电灯泡，这是灯泡呢。电灯泡，你这还用泡啊？你袂泡破呀？这就是泡会破，你这是比较功夫。真的吗？这一招叫做蜻蜓点水。蜻蜓点水要很轻的，很轻很轻，很太重的话就打破了嘛。对，好，来来，蜻蜓点水。哎呦，哎，要轻轻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对，哦，真的可以。这个真的就传统的灯泡啊，好厉害！啊，这个没有，这个是没有特别制造的嘛，对不对？没有没有，过来点接啊，这我买呀，真的，哎，接你一下，这哎，空压，你安的生过来，拜托你动作我唔捌做音啊，你生看嘛，长出来就这么大，你生看嘛，千万不要打摄影机哦，太久了，一定要打在这里吗？我随意了哈，哎啦哎啦，唔免啦，好啊嘞。太厉害了！你当作没有？你当作我没有？你在打哪里啊？这个好清楚，对不对？
啊，唔对，人家我是用鼻孔拍的呢。啊？哎，啊？你错了。难怪就是用鼻孔拍的。用鼻孔，真的假的啦？真的。怎么打啊？你看，真的假的？用鼻孔。对。代替手就对了。摸到他的鼻涕，来，啊，多几条的，你家，还有那一边的，好了，过来，眼睛要买画吗？都鼻屎了，我看，用耳朵啊，耳朵怎么打？眼睛啊，耳朵也能，对，打陀螺，来哦，来吃，秒绕赛，半秒绕，半秒绕，也是干哦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我看到啊。真正吼，这个体魄身体没堪你三年老赛，也会偶尔会失败啊。但是要常常练习就很好玩。来，看看了，有了吧？有了，好厉害！放在耳朵上面，还可以打得如此标准。嗨，再来，来，再来是什么？用脚打打。这个一坨了，这一颗多重啊？这一颗25斤。25斤，25斤等于差12公斤半左右。爸爸看，12公斤半，你抱。我来，我来，12公斤。哎呦，小心你不要砸到脚。还可以啦。可以。哦，真的很重哈。还可以。用脚，用脚，用脚，用脚。先拍照，先拍照。一二，一，二。拍了照，来，来，好，可以了哦。古树盘根，哇，那你的脚要很有力量，很有。好厉害哦！哎，那这个东西是很好卖吗？对啊，今嘛干唔干唔好卖，太贵啊，也太贵，不好卖啊，不好卖，不好卖，不好卖。现在为什么？现在有大卖场说要国外进过来，我们没有办法卖啊。对啊，你刚刚这个问题说，他们太贵啊，很辛苦，叹气，叹气的，而且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，我走，真的假的？我走，没关系。那今天你们呢？我们来这边就真的是有福了。哎，怎么说？怎么说？那我们就可以帮他们卖啊！你刚讲的意思，我以为是你要把这个工厂买下来。哎呀，你吓到我了！我没有这个钱啦。你现在这么有钱哦，你吓到我。了所以我们来帮他们卖。对呀，欢迎收看《左右大挑战》公摊。今天我们来到这边就是要卖什么？就是在我桌上这些，还有我后面这一些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什么呢？这叫什么？鸡毛毯子。漂亮，很聪明，鸡毛毯子，今天就要来卖这个了。嘿，鸡毛一支爱我多少？是。一支卖。嘿。800，要不要？要。太贵。太贵。太贵。是。600，要不要？不要。漂亮。300，要不要？不要。100，要不要？不要。我要送你们好吗？都不要。要啦。要啦。一支就100。100块。今天的目的就是要把它全部卖完。是的。全部杀出。是的。只要阿公能够做几组，我们就卖几组。对。而且这个东西呢，非常的好用，它可以做什么呢？可以打扫。可以打扫。对。好，对，打扫得很干净，是不是？这样打完之后呢，变得很漂亮哦。打扫不去洗，还可以洗澡。洗澡，还可以刷得很干净。然后呢，还可以做什么呢？还可以补妆。补妆漂亮，还可以打小孩。打小孩。两只打，不乖就一直不停的打他，打他听话不乖为止。这么好用的东西，各位。一人来一只，来来，一人来一只。好，大家一起来，一起来哈！现在赶快电话进来，很便宜。我们剩最后的这几组了，好不好？什么？没有电话进来？没有电话进来？什么？不用担心，我听说现在宪哥已经买好了。宪哥已经买好了。已经买好了，还有爷爷，谢谢爷爷，已经买了很多次。真的假的？买了四只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哎，谢谢爷爷。谢谢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啊！谢谢，谢谢。
OK OK， 那这个今天我们这个任务就算是圆满达成了。好，那小林子，我们这样可以了吗？嗨，拍照拍照。还有呢，妍妍帮我们买的羽毛，来拍照。谢谢妍妍。哦，谢谢，谢谢妍妍。那我们来看看下一个地方是在哪里？找石头。石头？是石头吗？这石头到处都是啊。是吗？那随便找就好了，这是石头吧？有颜色的。有颜色的石头吗？那是它的彩色的。但是它的形状也蛮像鸡蛋呢。鸡蛋？它是彩色的。彩色的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彩色的看得出来。它是全世界唯一只有一个而已。只有一个。只有一个。为什么有那么多个？它们是彩色的。嗯，彩色的，这是彩绘的蛋啊，彩绘的蛋是吗？那我知道，彩绘的蛋，其实很多，好，随便找都有。克莱德七掌哦，75斤，七十，帮帮看，这个75啊。哇，这个很重啊，宪哥，你不要难为自己的身体。我跟你讲哦，你只要能抱离开地面，我请你吃一顿晚餐。只有一顿晚餐了。对，离开地面就好。真假的有这么难吗？75。嗯，75。抱离开地面哦。抱离开地面了，好重哦。一二。哎呀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！这不可能。好了好了，欠你一顿晚饭。那讲好不能带妈妈来啊。好，看你表演。来，这边。好厉害哦，还在动哎，太厉害了！再来，我们不敢要求了啦。来，小天使，来抱一下 ，Yumi， 抱一下，抱一下。太可怕了！你们两个抱。这好难哦。你试试看。两个抱，两个抱。宪哥，你有没有挑战？试试看，来，一边请。不行了，你能不能试的诚意一点点？就是有那个心要把它抱起来看看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来哦，一，你行的，真的。好 ，OK， 代表真的是很重。你过来。六，住嘴！快点啊！来呀，推进去，陷入。快点啊！陷入。计量火力，计量火力，计量火力，60公斤呢。对，对不对？好。有那这个那个去那个差，你看招人命，不当，招人命。那阿力这样要求太过分了，好吧？你一拉完之后，拉完之后跑回家吗？然后把望春风唱完。你望拉过去，赶快回跑到原地。望春风要正常的唱哦。啊，算了，爱拼才赢啦，好冇？爱拼才赢，手了还搁咧等阿力我。明天午餐也算我的。来吧。我要来了。真的。天哪，你看那个地板上被画出花来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几时是一片蓝天？几时有片蓝天？哪通是天气冷，为你醉茫茫，无魂有体真像冰冷。人生苦逼苦，海中的波浪，有时起，有时落。海风总爱叫起江来，草泥就了又干嘛？爱命啊，吃的太厉害了！看到这位大哥啊，他的表演啊，让我们觉得很感动。有没有看到？我们这个体力超好。然后每天呢，经常运动，这样就能够身体很好。对，有没有？对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谢谢你给我们这个。阿五姐，代志要跟你问一下哦，我们那个你捌看过这物件吗？饼干吗？饼干。来哦，那个理事长啊，
哦，你是理事长啊，潘先生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对啊，哎啊，今天家里颜色够。哎呀，好金刚，这里有看过这些。这个是烤的饼吗？烤的饼。烤的饼。敢是，听讲是咱这个庄阿头这个附近啊，尔。有啊，伫迄鹿港老街遐有啊。哦。对啊。鹿港老街。哎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立刻开拔去找寻我们心目中的苏打饼贾小白。小白是吗？走。听说是在这里。对呀、啊，不是这里有吗？一定有人来问一问。哎，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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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好。请问一下，请问一下。有。这个在这边有吗？哦，这是我们家生产的。就是你们家生产的。对呀。太好了。太巧了。刚好，好可爱！是不是他们生的？是他们生的吗？它有生一个颜色啊，它还有这颜色，所以这个蛋是真的是这个颜色哦。对，就是一种鸡生一种颜色。它不是用喷的，或是彩绘啦，那是鸡种的关系。真的还是彩绘的呢？不是啦，是小朋友天然生出来的。我们一天两万颗呢，你看要花到什么时候？哇，光剪蛋都剪到腰酸背痛。两万颗，对呀对呀，很多。而且我发现他们长相都跟我们一般看到的不太一样哎，很大特殊，因为是欧洲来的，可以进去看看吗？不是台湾的鸡哦，哎，这是欧洲来的，我们台湾是不是有鸡的？嗯，台湾的鸡都是进口的，台湾没有，台湾没有鸡，对，台湾没有鸡，本身我就有鸡，好，好害羞哦，好冷，不是，哇，这是我第一次，哎，你看它很可爱。这没有去那个理发店处理过的，一只手抓就好了。可以呀，哇，这只鸡是来自波兰的鸡，波兰鸡的祖先，波兰鸡的祖先，所以叫波兰鸡吗？波兰原鸡，原来的原，波兰原鸡。对，哎，他在看我哎。这只是公的还是母的？啊，它是母的，公的更可爱。我们怎么样去判定它？啊，不一样，我抓给你看，一起来。哦，它很可爱。母有母的就要公，就公的。对，公的呢就给你抓了。公的我抓，哦，你抓母的。它的鸡冠是 T 字形，更可爱。鸡冠 T 字形。鸡冠 T 字形的。鸡冠像鸡冠那个一片的。它像小牛角。对呀对。很像个牛角状。这样可爱。抓法也是。对，就是握这个地方就好了。握这个膝盖在上面一点点。好可爱。对，握起就好，用力握着就可以了。对。好可爱哦，它好乖哦。这个鸡为什么比我们一般？我们在这个台湾的，因为以前我去过养鸡场哦，嗯，那个鸡场里面的鸡还要来得乖哎，为什么？哎，我们的教育的话不一样啊，日本式的教育啊。你们还有让它受教育？有，我们的鸡不保温的。我们的鸡不用打疫苗的，所以不保温是什么意思？对，就是一般的鸡都要保温嘛，我们可以耐到-20度都不用保温。所以是有鸡的意思吗？哎，有鸡本来我们家就有鸡啊。有鸡，哎，有啦，有鸡，养法不一样，它这个肠子也比外面多一倍长哦。那我们的那个嘞，彩色的蛋，哎，有隔壁也有，还有其他的，哎，今天有，我们再看看其他的鸡，那我们要放回去吗？跟我一起去。啊，非常的漂亮，不是白色的啊，不是这一只啦，不大一样，里面的这一只，它过来的，你看，它的脖子还会贴还动哦，哎呦，它长得很像那个孔雀，对，对呀，颜色，这是比较大只的，这个金银鸡是一公一母吗？哎，对，它可以一公，它或四母都 OK， 哦，那它们是同一个鸡，它是母的啊，漂亮的是公的，好特别哦，很漂亮哎，漂亮，这边。好像穿衣服一样，而且你冬天到了，你仔细看它跑得非常快，我刚刚以为是老鼠，对，大老鼠在那边跑，它真的跑得很快，从来没有看过跑这么快的鸡，神奇神奇，那还有什么？来，我们看一下那个，要不要教你喂鸡？喂鸡啊，需要蹲下来，好恐怖，没关系，我如果站着它会飞起来吃吗？你要蹲下来跟它抬平等哦，哦，好可爱哦。看不出来有牛轧糖的感觉啊，真的吗？是牛舌饼啊，是牛舌饼。那牛舌饼不是平的吗？大张的吗？我们做小的，迷你的，迷你的，这阿内家哎，可以啊，热的哦，小心哦。哇，看起来好好
天哪，我爸爸最喜欢吃这个东西了。对，所以我决定要买一些太阳饼回去孝顺。我爸爸喜欢吃太阳饼。哦。哎，这个应该还不错。不烫哦，小猪。不烫呢。不烫哦。嗯。来，绝对变好。好。你吃中间啊。好。大口一点好不好？你豪迈一点好不好？我嘴巴小哎。对，就你穿的最豪迈，你还不想要大口一点？豪迈一点啊！啊！还用舌头把它推出来，哎呦，像话吗？就咬那么一小口，对不对？好好喝，好香哦！哎呦，以后我再也不敢看不起你了，怎么这么好吃啊？人不可貌相，真的，我还以为你会这样火星之小小鸟。来来，带我们吃牛轧糖好不好？好，牛轧饼。牛轧饼，对，他说牛轧糖三明治，它是牛轧糖跟苏打饼结合在一起，是吗？叫牛轧饼，它苏打饼是咸的饼干，好，然后糖果是甜的，它两个混在一起。啊，你比上面这边是没比个糖，我要比较酷哎啊！哎，真不听听啊！它的牛轧饼真的好吃，一口素也好吃，哎，真是好吃，哎，果真太多了，哇，它的牛轧饼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要中路人甲，你这埋伏在里面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倒准备茶来，倒茶倒茶倒茶，哇，三种口味，对，有哪三种？原味、葱的、芝麻的。这个芝麻怎么说香港话？芝麻。比较老的芝麻呢？楼芝麻。好笑吗？老板，谢谢你的楼芝麻。主持人艾莎太性感，马国贤无时无刻想卡油。对不起，艾莎，对不起，他没事哎，我没事，我载你，真的吗？你看这两个人，这可以坐两个人呢，快点，出发。